先吃糯米粉炒腊肉啊，香。今天我刚刚去买了，你们说买点眼药水来点一下哈，眼睛疲劳，一天休息时间睡得太少了。大宝今天再帮我干一下啊，他说他的肉都不过三天，是不是真的？每次就是这样子。来，家人们，这个糯米粉的话，新满厨的。这个配料做到了没有任何添加啊，配料只有竹笋、饮用水、食用盐，拍三袋和五袋更划算啊，一袋三袋优惠2块，拍那个五袋优惠4块啊，西满厨的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品质啊，来让开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品质，这个笋子，他们家笋子口感特别好吃，直接洗一下搭配五花肉、腊肉、爆炒、素炒都可以的，搞定点。大郎越吃越好了，肉里来，下饭。你看你爸爸吃的香不香？过来，你不要笑嘛，你跟爸爸吃那么香，你笑他干嘛呢？快吃一下，要爸爸加油！哎，做好，不要伸舌头啊。你看谁跟谁长得像，赢不了的，对不对？好香，这个糯米粉吃起来口感就是软糯，略带一点点脆脆的那种感觉。我说话，我说话，好下饭。一龙，看你我说话。喝口水，还有块，他们昨天说大郎喝茶，今天搞忘了，搞忘眼熟。来，大郎喝茶。你莫叫崩了。
哎，这大碗吃饭越吃越香啊！这是改行了，对、拜拜啊！好香。这个鹿茸菇的话，它都是用的这种小的鹿茸菇，嫩嫩脆脆的啊，吃起来嫩脆嫩脆的。现在是18.9，给大家发两包。配料的话啊，只有鹿茸菇、饮用水、维生素 C， 没有别的添加啊。配料表干净，你们拿回家的话只需要清水给它洗一下，搭配腊肉、五花肉爆炒，可以拿来炖汤，都可以刷火锅啊，都行，心满足的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菇，这个菇是湿的啊。这个菇比较新鲜，喜欢大佬给大佬点个小心支持一下啊、改天转行了不用开挖挖机了，行不行？当吃货嘛，当个吃货。腊肉下饭，鹿茸菇。拿近点，不要拿远了，拿远了看不到。这天就是有一点点热。好香，大佬吃个饭比上战场流汗还流得多，就是太热了这天。在这一边擦擦你的嘴，我这个服务有点到位啊。好了，这还可以炒鸡肉都可以啊。太热了，吃起来嘎吱嘎吱脆啊！你帮我卖鹿茸菇，你再讲解一下呀，大佬。吃的软和，食欲中。大佬长白了。好的，
道了，干活辛苦还是吃饭辛苦？你看你那个饭是谁？拜拜啊。它就是辣椒，辣椒裹的淀粉、小麦粉，还有这个白芝麻炸的，节节脆里面还有花生啊，香辣脆里面没有花生，没有芝麻，它就是辣椒、淀粉、面粉炸的。幺妹真的很爱吃这个节节脆，好吃，酥酥脆脆，满口留香。平时当个小零食，下点八加一安牙。节节脆辣度要低一点，香辣脆要辣一点。一吃都停不下来的那种。这个拍一瓶的话邮费3块，但是拍2瓶的话会更划算啊。配料的话姐妹们也没有任何添加啊，很干净，里面只有干红辣椒、大豆粉、食用淀粉、小麦粉、食用盐、茴香、花椒、芝麻、味精。这是香辣脆，节节脆的配料也差不多。要喜欢的可以拍单去试一下。今天我们用咸香油油的咸鸭蛋下粥。哇，这个天气热，用咸鸭蛋下点粥好安逸啊。这个蛋黄沙沙的啊，好香好香。这个蛋白就比较咸点，下粥刚好啊。像我们这个咸鸭蛋哈，一盒给大家发的是10个，个头都在60到70克以上啊。说说那个蛋的话，是属于那个鸭蛋中的大蛋的啊。配料的话，看到没有？食用盐、水啊，鲜鸭蛋，没有别的东西。所以说它这个是短保的，你们就是它是熟的，收到后直接吃，不用煮啊，就是尽快吃，不要放太久。下周拌饭拌面都可以。而且没涉嫌啊，那品质真的可以啊。好多人回购了好多好多单了，拜拜，希望大家看一下。